凡是多半，好，多半，好，平解困，所以你命逢的不太好。哎，里面提出来两点，唯有读书，哦，为上级，这个是不做决策。这是人间道哈，不做决策为上策，这是人间道，解到遇到横的时候，啊，所以诸位看到我们在命里面看到，这就是人间道。算命是一个消息卦，知道他在流年不好的时候没有关系，您去读书。我们李叉叉在42岁就不是很好，他发现他干不了，可能只剩下了农委会主委，他上不去了，对不对？才去进修，到47岁拿到博士回来。所以你流年不好的时候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去读书，通通是好的，进修通通是好的。好，所以如果说我们是这个好叉叉的话，当什么行政院长没关系，我到国外去游学，我不要干，你不要请我去，我鼓掌，我也不要干，我就出国去游学去。今天就不是这样子了，好，没有天官在旁边嘛。好，那如果这个。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他主上符呢？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个上符出现？哈，上符出现，诸位在看到图上有车子的时候，这个车子好像四个人在抬个棺，所以有抬棺的像，抬棺像，所以主的是上符。好，流年逢到的时候，再来呢，山水蒙山水蒙，看到图的时候，如果那个人卜到，啊，老师，我的先天卦叫山水蒙，先天卦，好，第一个，个性，好，会变成这样子，好，所以我一看到那个铁板上调壁，我一看不知道他写的是山水蒙，好，迷蒙不开，晦境生成。好，会静，好，生成。那铁板叔叔写那个条文的那个文笔还没有那么好，这四个字是从啊中医的医书里面拿出来的。第二个，先天卦是山水谋的人的话，一定多病多灾。第四个呢？第三个，抱歉。好，五子。之家，家里面没有儿子，会有姐妹多。好，有的人呢有子啊，夭折，为什么？一子折有没有？好，先天卦。第四个，恶人，两个人，恶人在江中有没有？恶人，恶人是不是恶人？我已经写完了，看到没有？我怎么写的没有？恶人，夫也。所以两个人讲的是丈夫，夫也在代表什么？父也，夫和父是等的。哦，这个二人在江水中，江是怎么样？人入险中，有没有？人与父就是父亲了、啊，与险中。哦，所以说遇到这种卦了，先天卦之后，主父母不和。哦，有的人常生离啊，好、哦，死别啊。那一般来说，看起来的话，都是父亲有凶。好、哦，富有凶。那你如果一补，你如果算的时候后天卦，好、哦，你先天卦一天旋地转，天啊、哦、庚格之下，你把它一改变以后，后天卦，哎，老师，我后天卦是山水蒙，怎么讲？第一个，哦，这是蒙蔽世人，哦，蒙蔽世人，你蒙蔽世人为什么？总为财。求财嘛，满船珍宝，好，但是呢，要提醒你们李叉叉哦，得财遇险，哦，所以不要乱拿嘛，哦，好、哦，得财遇险。你看那个图上面画的台湾宝岛，然后前船就在地上，钱都给他偷走了嘛，小时候偷窃了嘛，哦，不然被谁偷走了？好、哦，得财遇险，然后批给你哦，我就批给你，那后天挂的山水魔，山水魔也会当着天子不一定了哈、哦，
哦，因为只要大家对盟嘛，哈、哦，一样，先成后破。好、哦，先成后破。好、哦，晚节不保。先成后破，晚节不保。为什么说是会有德才预险？和是不是先成后破？这是你读测试出来，啊，读图出来就不是这样子。好、哦，读图怎么写的？有一个人口一个口在上面，人口俱全。好、哦，中间有个偷偷一个人中一个横纹在那，叫做暗度陈仓。好、哦，偷钱走啊。第三个呢，夫妻呢，二人成江嘛，在江中满山珍宝，夫妻得财，好、哦，却有子夭折，好、哦，这是人家批出来的，你要把我宰掉也好啊，那个2000多人家写好了嘛，对，少芳姐就写好了，好、哦，很抱歉啊，那没办法，我这按照实话批的，啊、哦。流年卦，如果你的流年29岁三子龙，好、哦，老子我们怎么批呢？18子，我直接写你，你可以写18子，好、哦，18子呢，大吉，你的大吉，好、哦，那一年呢，流年呢，财路亨通，啊、哦，钱财亨通了，大家都送钱来了。但是呢，流年卦批的时候，那一年，你如果是流年卦逢到你自己是山水蒙啊，你要注意哦，会有儿子会有夭折的现象，子夭折，而且会发外气。好、哦，这个，好、哦，发外气的，而且你那年会得到义子，义子代表你收养的敏名字，但是不一定是正义的儿子啊。是两回事哈，哦，有的名字很忠诚，很正义，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哈。这意思，那财路呢，散在地上，所以财路呢来源不正，哦，窃取而来的不正，来的都不是正财哦。那流年卦逢到的时候还要注意的，还有官司逢之。好、哦，你流年卦逢到这个山水蒙的时候，会有官司的现象，官司逢之呢，又会招窃，好、哦，窃灾，所以我们卦子里面很多窃灾，好、哦，那个小偷成群呢，啊、哦，那到头来先成后破，啊、哦，那你如果是小偷的时候，你自己要注意了，好、哦，那如果再找一票小偷来合伙，凶，哦，更凶了，如果你是。女孩子，好，女孩子的命逢到流年卦是山水蒙的时候，代表丈夫遇险，啊，你老公有危险了，好，丈夫遇险，一样，女孩子呢得财呢，也是先成后破，好，先成后破，这个合伙招聘。熊招破也是一样，好，其他都一样，哦，也会有这个招窃，啊、哦，先成后破的相。诸位呢，看到这个，在下面水天虚，我现在写的这一部分哈，我们发行的时候很抱歉。录影带才看得到，好，那你偷偷看到录影带被我骂了，没办法，好，那你书上没有，书上不会印出来，好，书上不会印出来。水天虚，诸位看中间这个图，两个人在那边摆着龙尾巴，那个坟墓一个墓碑在中间，好，月当天，好，在一个门里面，好，如果你算那个人的先天卦，
排出来的时候一排，哎呀，他老师他是这个水天虚啊，哦，水天虚，那么天跑到水下面去了呢，所以父先上，哦，父爸爸先走，母呢独养成，妈妈独立把他含辛养大，哦，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，这先天卦。所以如果那个小孩子刚生出来一排到的时候，马上要看他父亲，懂不懂我意思？糟糕，人中那么短，那短命，再看到哪边破格，八字拿出来一看，哦，大概就是，然后再看厨房的西北角，啊，哦，就问题会比较多，哦，攀龙，复凤啊，哦，居尾，哦，居在尾巴。那五岁呢之前，哦，有凶事，二十日大人入土中，这个要你去悟的，哦，要你去悟了。这个木啊，哦，本身呢是不是太阳日入草头在上面，日入草下，地中，地的中间，人在地的土在下面，人在地的中间，有没有一个人？哦，地在这边，人在这边，好，哦，人在下面，上面是日头，然后草在这边，土在下面。那这一句话呢，临床上看的时候是叫他爸爸过世了，只剩他妈妈一个带他，然后妈妈养他比较辛苦，后来又再跟另外一个人结婚。另外一个有钱呢，啊，就对，也是把他带来当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就他聚在尾巴上面，就这样。后天卦呢，如果你的后天卦一算算到是这个水天虚了，啊，四君生厕，啊，为死席。这就不告诉你，这你自己去悟哈。驾驶员，哈，哦，公车司机啊，跟随贵人呢，终其一生。啊，哦，终其一生，为什么？你摆了那个龙的尾巴，啊，哦，跟在贵人后面，终其一生。啊，哦，那这样已经很辛苦了，结果呢？还有兄弟争财，啊，哦，兄弟为财的争，然后到结果呢？后天卦如果水天虚，老来入门，哦，门开的是空门，老来入空门。这个诸位在图上面，在批流年的时候，诸位看到龙出现，我们宠是不是这样子写啊？失宠，有没有失宠？无关。所以那一年，如果有龙在中间，龙尾巴被绑到了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您丢官了。好，所以流年卦出现的时候，好，流年卦逢到，如果你39岁流年卦逢到水天虚，那你就一定丢官。你这个丢官不是你辞职啊，是不得已，非你所愿也。好，哦，这个没有办法了，丢官了。流年卦逢到的时候，第一个，啊，记得有父兄，爸爸兄啊，有父兄之虑哈，可能那年会有父亲的过世，然后给你一个天机，草中有鱼，啊，不见天日，这是当时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知道。还有呢，尾大不掉，哦，任人宰割。哦，千万不要再相信人家，自己房地产全让给人家保管，结果人家偷偷把它过户掉，过成他的名字。哦，丢官。然后遇到这个流年卦的时候，过去我们的老祖我们的祖师呢，啊，哦，就告诉你，入空门可解。那一年呢，你都干脆就入空门算了。
这是消极的避灾。所以以前啊，要避灾的时候，就是以前他们只了解卦的运啊，没有用在阳灾上面哦。那诸位，我们讲到64个爻刻在64个卦在变化的时候，那阳灾是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到现在把它重新把它读出来。好，以前烧方杰啊什么，他们都不晓得这个，会用但是不会去解，解都是要入空门，大家去读书啊。那现在没有那么多空门进去啊，对不对？以前跑到山里面就可以入空门了啊，真的没有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读书可能比较方便，以前都是这样子解的哈。那一年你流年卦逢到的时候哈，你会发现到一种现象，婚姻啊，你现在我看我今年的婚姻如何？我现在今天来找你最重要的目的是看你的婚姻。好，我们电脑按一按，城市设计在电脑，哎，今年是水天虚，婚姻呢？婚事有凶，好，易结难离。你结婚的时候很简单，要离婚的时候，对不起，意境难出。那板着尾巴不放你，你们龙在那边啊，失宠啦，板着尾巴不放你，好。好可怜，有待，哦，戌年，要到戌年，哦，才会呢，发福，发禄，哦，福禄通得来，但是要等到什么呀？戌年，好，哦，或者是遇到这个，或者是遇这个戌年那一年是时机，或者是遇到犬，啊，哦，小狗的人。或者名字里面有狗的，或者站在那边看着就像狗的，好，哦，有的人站在那边像看见哈巴狗啊，哦，那你找他跟他结婚，去找他把你删掉，好，哦，所以你要如果要办离婚官司的话，你看那个律师长得起来像一只狗，有人长得像全尸狗，在哈巴狗看着像狗，啊，律师您贵姓？我姓狄，啊，您属什么？我属狗，啊，太好了，就是你的，赶快不要问了，跟你签约了，好，哦，好，哦。这位学的这些出去要帮助人哈，哦，啊，帮助人，这个千万不可以啊害人。送卦，你如果你的先天卦是送卦，后天卦是送卦，流年卦是送卦，你就不用活了，没有不可能的哈，哪那么惨的？我好，我们先讲先天卦，哦，先天卦是天水送。啊，这老师，我糟糕，我前半生是贴嘴送，好，你看看是怎么样的哈，好，口舌是非啊，哦，总不断，从小，啊，还刚生的，还在小孩子，在幼稚园里跟他打架，每天在那告来告去，跑到老师后面告，好，这个打小报告，哦，打小报告，哦，祸的早因呢，皆由。口无遮拦了，口无遮，那个嘴巴都挡不到了，好，就一直在里面背后在里面讲。遇到事情，先天卦走完之前，包括考试、读书，事与愿违，啊，好，事与愿违，啊，这个呢，那老师，那我这个怎么办？易经上面说，你动辄得咎，你看这个哈，就是这个我们讲的 trouble maker。扫把的人每次出去就闯祸，老人讨厌，哦，想改造他的方法怎么样？很简单，不要动，你不要动就做好，不要动，哦，什么话都不要讲，讲都错了嘛，哦，啊，就有这种人啊，哦，这里给你一个天机，这里写出来这个就不要改掉哈，哦，你前面那个字你改没有关系，这个字不要改哈。哦，前面那个改掉以后啊，你那个没关系，原意没有改，然后你做了没有改，这个不能改，这个改掉就原意就没有了哈。这天用天机写出来，王府浅尝发在他乡，所以一条路，如果你是先天卦的天水兽，不用给你不要在我们家生活啊，就跟他过去出去给别人好了，哦，过去出去根本就不要待在身边，哦，待在身边反而是送。哎，这个王和虎都有意义在里面的哈。后天卦，如果你家天旋地转以后，一看老师我后天卦是天水送，告诉你了，要顺势而为，
哦，坚守正道，一定要坚守正道，哦，方可平安，这个才会平安的。如果你是老师，我是当官的公务人员，公务人员，你如果是当公务员的，你那后天卦是这个天水讼啊，就变成官运不通，哦，官运不好了。还有当官呢，还会有口舌缠身，哦，口舌缠身。那有的时候运气很好，后天卦呢，有幸得财，这个财都哪里来的？都是显中求，啊、哦，显中求，啊，六合彩，哦，对，五钱呢，好、哦，显中求。所以后天卦是那个话，一生不遂啊、哦，都是比较累。哦、王姓呢，虎人为贵，啊、哦，冲之吉。遇到这种情形啊，王姓的或者是老虎的人，消老虎的人是贵，这是后天卦，这是总格。流年卦不是这样子哦，刚好反过来。流年卦那一天，你那一年逢到天水送的时候，你告的人都姓王的。哦，了解吗？你不要把它千万不要，所以不要搞混了、哦。哦，好，流年卦。遇到这种流年卦，老师，我38岁天水送哦，批给他看，叫口舌。官司啊，为他人，哦，两次官司啊，难免，哦，两次官司，变成呢，枭虎贵人，哦，王为凶人，啊、哦，王，这个是凶人，好、哦，这个。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好、哦，出险随风平安，就是随着风而动，好、哦、像柳性的，好、哦、平安。这个中间呢，还有一个柳性的，还有一个流性的，都有所谓的卯在里面，有没有？这个都是贵人，好、哦，都是贵人，婚姻。你老是哎，我今年26岁，我要结婚。结果我们一看今年婚，一看什么什么红红蓝，结什么婚？你今年是天水送啊，啊、哦，就会有时无名呢，婚不成，哦，婚姻不会有结果。如果是天水送的时候，就会有这种现象。好、哦。这来得及写哈、哦，那不多了，因为很快64个卦，那写没写最好。啊、哦，那行，最后找我们徐兄去买哈、哦。地水师，如果你的先天卦是地水师，啊、哦，先天卦呢，遇到地水师，你又把你儿子那八字来说，你看，哎呀，老师，我儿子是先天地水师啊，哦，很好，天降，好神武啊，因为诗人，都是英明啊，神武啊，好、哦，然后要这个成格的，一定要枭马、枭虎、枭良人，好、哦。属马的、属老虎的、属羊的，成格，好、哦，成格。这种人先天卦拿到地水师啊，林彪，恩从啊，好、哦，九重天来，所以一定会受到重用。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当将军，打胜仗哈，很厉害。
那林彪在那边打了胜仗，是常胜将军，所以中共有中共的现在林彪在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可是常胜将军后来都死于非命啊。我们的陈诚呢是常败将军，常败将军可以干到副总统啊，你了解吗？这就有问题哈，都是不按照功勋来生的，谁对我忠厚利用谁不可以嘛？啊、哦，这都是好不对的方法。然后批的时候，这就是属于在《易经》排命的时候叫做将星受命啊，啊、哦，一个命之边受命，这种人呢主大贵，好、哦、大贵，尤其呢发五官人。哦，军人、警察、法官、外交官，他五官人，五官人发迹。然后呢，批在后面，手足三人，发二人，发两房。哦，这个后天卦，如果不到你给他排在地水师。哦，最后给他批这个地没有错了。哦，平步青云呢，逢掉必升。哦，这个必升不是我们省必升了、啊、哈，就是必升一定会升官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名字都重复了，懂不懂？中国人文字才有用，所以外国人呢文字看起来都是朱雀跟钩城、腾蛇。啊、哦，中国文字比较有意思。好、哦，那个我们的。如果你的42岁到51岁，流年逢了天马，然后紫微天府刚好在申宫啊，在旁边的紫微天府知府同宫，啊，紫微天府在这个宫里面，这种就是42到51，逢掉必升，掉的东西就往上升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代表出将入相。棋子呢？好、哦，少，唯一的缺憾，这个八字，这个，好、哦，这个命格唯一的一个缺点，棋子比较少，就是讲这个子嘛。好、哦，儿子可能只有一方，好、哦，独子，好、哦，会有这种现象。你看。看到没有？春，那如果把春将这写的，这个是将，这个是相，我要出将入相。哎呀，那个春很难听的，让人取个叫米番薯、地瓜不好听，这春也很难听，那出将入相。哦，流年卦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来找你，你先你要看这个人运程如何，你写个字来春，哦，此人出将入将，好，好，流年卦逢到地水师的时候，哦，叫做升将之年，那年呢升将军，升地方法院院长，升警察局局长，好、哦升降，哎，当外使，当使节，哎，那边派出去当大使了，好，升降之年，好。那后面有个天机要告诉你的，叫回阳，回首，好，回阳回首，虎为后，好，老虎在后面，命硬了、啊，命硬的中央。命来自中央，好、哦，命运中央受封年，那一年呢受封之年，好、哦、受到封号，那过去呢就可能会被弄成诸侯啊，或者是镇元，好、哦、边疆的，好、哦、镇国大将军啊这种的，好、哦、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。那整个卦还隐含了一个天机在里面。好、哦，隐含于天机在里面。当这个人在做将的时候，
做酱的时候，一直这样到现在都是一直有出现的。好，将三人抬上礼台有没有？哦，抬啊。哦，我不管你讲台湾还是反正台嘛哈、哦，台呢四，下面子有没有？四人呢坐席。哦，四人坐席。这个诸位自己去想啊。诸位看随地比。哦。比卦本来是相星合的相，如果那个人先天卦，哦，先天卦是比卦，比卦出现的时候，水和地啊，哦，水在地上面，母为贵人，所以往往都是说伟大的妈妈有没有？不是讲伟大的爸爸，都是母伟大的妈妈，真的是这个卦上面写的妈妈都是含辛茹苦了哈、哦，母为贵人，命中定，哦，命中定数了，那这里呢？歌舞，哦，升华，才出众啊！所以，如果这个人先天卦是随地比，凌人，知道凌人吗？哦，现在凌人都很吃香哈、哦。好、哦，他、啊、不用去读书啊，只要会唱歌就好了，就很吃香。哪有这种事的、啊？哦，那种叫乐乐，那个叫戏子，哦。但是呢，拿了这个卦的话，也有个不好的，哦，孤独一生，哦，谁来问？所以凌人到老呢，哦，都会比较孤单一点。但凌人在相上面就有鼻尖，鼻子如果细细长长、尖尖的这样下来，到老为终为凌人，鼻子很厚很重，哦，很厚。哎，凌人会做一半，然后会出嫁，很多人就这样的哈，出嫁了嫁得很好，鼻子长得很好。如果那个鼻子都没有，一个尖尖下来了，那终身为零，好，终身为零。好，腹部全，晚得子，三星相左哈、哦，内通外流，好、哦，这个是先天卦上面的天机道，后天卦，啊、哦，都是图上面都有，后天卦，如果你的后天卦是随地比，哦，一定主的是什么？七功得力，你娶到个太太，啊，对你帮助很大，然后呢，因为贵人。这个因为贵人很有技巧，故意这样子写的哈、哦，故意这样子写的，有的是不一定暗中帮助你的，也可能是男人，不单单是女人啊、哦。贵人是隐在暗处的。那如果你是好、哦、这个电影歌星啊，如果你看到后天卦是随地比，好、哦、才艺之人无事做，啊、哦、你就比较痛苦了，哦就没有喽，哦。那你可以走哪里？教职到老，好、哦，走教育的工作到老。聪明的话，到后来走教育一样，人桃李满天下，好、哦、满天下。这个里面的人有一个卦，我们看到，好、哦，执年卦。执年卦呢，它中间有个药炉，你看这个我们那个，好，我们都没写，那个不一样，我们补卦的时候不一样。这个看这个炉啊，中间是不是个田？田代表胃啊，中医讲的胃就是土啊。胃呢，你看虚掉了，中间有胃有中有虚火，血在下，吐血出来，所以胃出血。好。那一年呢，要小心胃病。好，这是我卜卦的时候，你们用不用都没关系，反正我能讲的，我尽量告诉你。就是我们把悟出来的通跟诸位讲。我会见血光灾。哎，如果是执年卦逢到，
母急父无助，妈妈对你帮助很大，爸爸在旁边根本懒得，他懒得理你，根本在旁边好扒拉个旗杆不会动。其他就我刚刚讲过了哈，有没有讲过？其他的后天卦，哎呀，糟糕，这个我要重做一下。我刚刚在讲炉，把它分开来了哈，一看到炉我就忘把它漏掉了，抱歉抱歉。另外，这个我们那个后面我们还那个录影带，我们这里要重接，好，重接一下。刚刚讲到后天卦，七功得利，因为贵人哈。因为我看到读过就跑掉了，下面这句话先不要写，先不要写这句话，把这句话擦掉哈，直连话也先不要。还有四五之后，哦，方兴发。后天卦如果你测出来是水地比，四十五岁以后发，中年起运哈。好，有病呢无灾，好，是清闲人。有志不遂，哦，晚得子，哦，晚来子贵。那刚刚讲的后天卦，那个后天卦后面那几个才艺之人啊，好，哦，这个是进入值年卦，哦，值年卦就是你那年流年逢到的时候，变成我刚刚讲的，好，哦，母吉呢，父无助，好，哦。妈妈急，爸爸对你帮助不大，这是流年卦。好，才艺之人，今年呢，你如果是歌星，刚好你的流年逢了水地比，才艺之人无事做，今年呢根本就是停摆了。好，教职级就是我刚刚讲的值年卦是教职，教职级，好，此为顶点。如果你是当老师的，这一年的时候，你四十五岁那年的时候，刚好逢到水地比，那你干的是教务主任，那你就终身教务主任了，就上不去了。好，上不去了。好，桃李满天下在这里。好，这个时候也会有桃李，才是桃李满天下。所以刚刚把下面那几句删掉。好，所以我一闪开来就。好，旁边想都告诉你，就弄错了。知不知道值年卦的意思？就流年排到那一年了哈。丰田小畜卦，如果你的先天卦是丰田小畜。小畜卦的时候，诸位看中间那个图呢？好，哦，它下面写两重山，一人山顶，中横暗藏，啊，哦，万般在草底上有马仰，仰马头。所以，如果你的先天卦如果是丰田小畜的时候，就是两重山阻。好，哦，两重山有阻碍，外向发机。这种人呢，丰田小畜卦的一定要到他乡去。周阳，哦，这是天机道，游带，哦，水来会。周呢，你可以把它当成周、阳、阳等，哦，草头人卦。我是黄姓界草头，那是什么黄？草头黄，有没有？啊，很多的草头苗也是草头，黄也是草头，哦。马领羊过险，好，哦，马在前面，马带领羊过险，好，哦，好，哦，度过险灾，这是先天卦，所以羊马是羊的贵人，啊，哦。山顶独行啊，这种先天卦是风天小卦特意独行哈。哦，特立人间，他不太跟群聚在一起，
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，啊，个性使然，啊，先天化的封建小说。